那个什么，大概你现在也能听得到啊。你记住了，接下来无论我对你做什么呢，那都是因为我是医者，知道吧？医者呀，眼里只有病人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。哎呀，虽然你的模样呢，简直就是这古装剧里神仙颜值男主那一型的，但是我是医者父母心呐。我并不是基于你的八块腹肌啊，什么黄金比例的名模般的身材，没有没有的啊。此时他的手按在了男人的脐下三寸。我真的是一个正经医生啊。你摸够了吗？哇，俊美的不可方物啊。拿开你的爪子。啊？爪子？李云生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哼，你觉得呢？哼，很好啊，这便宜相公以为自己是趁着他晕迷的时候偷偷对他将将用尿尿。哈，这古代的大猪蹄子呀，他这些天努力地护住他的儿女，又辛苦救他，却遭他这么误会，心里挺不爽的。傻叉，既然醒了，那就自己把自己洗干净，整理完了再出来。女士，傻逼是何意？哦，夸你聪明呢。娘，爹醒了吗？我好像听到爹的声音了。娘的医术极好，说有办法让爹今天醒来，就真的做到了。娘可是救回过死人的神医呢，救爹当然不在话下了。这次大伯娘又要输了，我去喊爹来吃饭呢。